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今天我来到了上海，竟然结束了一天的拍摄。然后呢，要犒劳犒劳辛苦的工作人员，带大家来吃一顿好吃的火锅。待会儿也给大家看一看。这个手办店啊，哇塞，5280块，好贵哦。这个好酷，喜欢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了火锅店了。这家火锅店装修还行啊，我也开始点菜了。给大家看一看今天的锅底，这个锅底它有5个辣，然后我们点的是中辣。好，酥肉来了，我的酥肉。然后这个锅是老鸭汤锅，然后还可以喝汤，看起来还不错。我的酥肉。然后我今天在来的路上，我们因为拍摄比较晚，然后就是吃饭时间已经是6、7点钟了，我们找了很多家店，然后没有位置了。他们跟我说，工作人员说现在里头包厢，因为之前吃火锅，上次不是在那个大堂里面吗？都没人认出来我。他们说我现在在大堂吃饭，怕引起骚动。我觉得其实还好，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有包厢的店，这家火锅看起来还不错。我把这个点的菜给大家录一录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点的菜。这个泥鳅他们很害怕，但是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我们成都经常吃这个，我小时候可爱吃这个。然后这个是啥呀？骨髓，牛骨髓。这个是牛蛙他们店的特色，一定要点这个。然后猪脑我不吃。我们团队有一位壮士，居然唯一的人点了一份啤酒，就是这位硬汉。他现在比较后悔。爱的小猪肉，点。我今天油碟就不是油碟，因为我最近这个工作比较多，很发胖，对，要保持良好的状态。跟我工作人员说我想吃饭，我不想录。那今天的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录到你们。这个要不要给钱呀？这个是付费的吗？哎，好了，你也挺累的，辛苦了，拜拜，小心，小心，看门。